它配备了高爆弹药，还有它提供双模态的攻击，也就是可以利用影像、红外线以及微波巡标器，所以说它综合了许多打击的方式于一体。都有保留的这些快龙架跟结构设计，这都是以后可以发展的方向。它有对空、对地，还有联网的这个能力，它虚实结合，空中的情景可以在我们这边显示。